好，我们再来看121页的第二题，有一个丁图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丁图的全貌。啊，有一点大哦，不过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全貌。好，我们来数数看，我们原先的长是4，宽是3，我们现在来数数看，每四个一数，一倍，两倍。3倍、4倍，所以丁图呢，它的长是原图的几倍？4倍。那我们再来数它的宽，三个一数，一倍、两倍到这里哈，3倍，有点不太清楚，4倍也是4倍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长跟宽都是4倍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可以称丁图是原图的4倍放大图。好，4倍放大图。那如果我们要用数学来表示呢？应该是这样表示。好，这里有16格，16格除以4呢是4倍。那这里呢有12格，12格除以3呢也是4倍。好，那另外呢我们可以这样。来写，好，它有没有等比放大？3比4，好，宽比长等于12比16，好，它也是等比的。好，所以这些式子都告诉我们，好，这个丁图跟原图是呈等比例放大4倍。好，所以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写出答案了。丁图是原图的几倍放大呢？好，这里我们刚刚已经可以写。好，12除以3等于4，16除以4也是等于4，那这是宽，这个是长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它是4倍的放大图，丁图是原图的4倍放大图。那原图是丁图的几倍放大图呢？答案就会是1/4倍的缩小图，不是放大图，缩小图，缩图。好，那你可以怎么做呢？3除以12等于1/4，然后呢，4除以12。也是等于多少？1/4，一个是长，一个是宽的，一个是长的，一样可以这样做，都可以做出来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有没有？他没有算式的解答，他只有直接给答案。好，以上呢，这个是121页第二题，也就是我们丁图的这个做法。